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看过等于吃过，我是张喜喜。我们今天要吃的是四川小吃，然后我这边点了炸蘑菇、锅巴土豆、冰粉，这个是爆浆豆腐、红糖糍粑，这个是龙抄手，然后冷吃兔、酸辣粉，这个是我昨天才吃了他们家的，我觉得好好吃。这个红油真的是没谁了，看。你们那里的特色小吃是什么？嗯，然后我发现一个甘肃的浆水面，我有个朋友是甘肃的，他就老爱那个浆水面了。我的个天哪，锅巴土豆，嗯，这也太好吃了。它外面那一层是真的是锅巴一样的焦焦的脆脆的，然后里面绵绵的软软的沙沙的，嗯，就是炸蘑菇，你们那里有多少个？到夏天都不想出门，只想待在空调房里，但夏天到了以后，我简直就是吊带小狂魔，就开始各种各样的吊带就上来了。这个是我去年买的阿迪的小背心，超好穿。我那天在得物上面看到一个同款的紫色的和粉色的一模一样，我准备把它拿下。而且我看上面好多的潮衣潮鞋哦，不是最近刚好他们有什么年终活动吗？评论区可以领优惠券哦，就很划算。我准备疯狂剁手一波。现在好多女生都走那种酷酷的风格，有没有？好好看，我觉得。这红糖糍粑也好吃，但是没那么脆了，有点凉了。这里面是爆浆的，嗯，嗯，尝尝这个鸡丝凉面，这鸡丝凉面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嗯，我觉得差点劲儿。终于对了，我要的小份的东西。这冰粉子，嗯，幸福。快乐。